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放放放，台语安尼写放放放，华语的不当一回事，毫不关心，心不在焉，台语讲放放放，你拢安尼放放放，无怪伊叮当出差错，这代志真要紧，你唔通放放放，无会被收山。注意，鼻音念放，文音念放，放放放，这是同字无同音的读字。像讲肖像，互相注视，眼前耽搁拖延，拒绝接洽招待，怕撇打节拍，假戏饮食，尴尬敢吗？敢还是不敢？这些都是属于同字无同音的读字。回头过来讲放放放，马赛讲急放放。像讲，这感冒真会并发着急性的肺炎，千万唔通急放放。啊，你拢安尼急放放，无要无紧，把代志交代好你，实在真袂放心。啊，那放外外，急外外，是置身事外，事不关己。这明明都是你的代志，你哪拢安尼放外外，像无事人共款。啊，这代志都甲伊无关系，无怪伊拢急外外。今仔日的台语字。放放放，实在真趣味。